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，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，它们吃了碎叶，碎了吃，还去想想天鹅，它们的日子过得多快活。 视频素材，比如说看到其他的剪辑大神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模仿一下？或者是呢，我可以改一下非常自己的东西，以及我在听某一首歌的时候，脑子里所出现的这个画面，我可能就开始把这个画面去实现。一下很开心，也会感到很快乐；提上很开心，也会感到很快乐。记得要记得，快乐是一种选择。 这个整整做了7天吧，做的过程中发现特别的处理。 小姐姐，你从哪里？